麦当劳就教你炒绞肉。好帅哦，煎香炒蒜。旭达老师穿制服来了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好久不见，大家好。旭达老师先帮宝师傅热锅，对不对？对，要煎绞肉。绞肉不是用炒的哦，绞肉是用煎的哦。炒绞肉是要煎一个大肉饼哦，像煎汉堡肉一样哦，才会香哦。这是啥老师教你炒绞肉。好帅哦，煎香炒蒜，一大早就香喷喷的，呵呵呵，一大早就很激动。中餐的魅力，中菜基本法。